中国大陆和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至今还有三块地方由于历史的和人为的原因，与祖国大陆隔开了，他们是台湾、香港和澳门。 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实现祖国统一，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心愿。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书房里遗憾地告诉英国首相希斯：“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又指着一旁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了。” 几年后，邓小平说：“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198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麦克华莱士问邓小平：“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They're a good capitalist country. And their leaders insist they do not need, they do not want 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在里边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凡是我们叫炎黄子孙，就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能够统一。这个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的意志的。其次。 就是台湾只要台湾一天不从大陆统一，台湾地位，就中国领土的地位，是不肯定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美国有种疑问，就说是对台中国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归还祖国的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态度，这个话不真实。 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在50年代，麦克阿瑟和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太平洋的不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计划。 一道海峡成为隔绝两岸人民的鸿沟，台湾和大陆的统一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54年12月2日，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政府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用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下，我人民解放军从50年代开始相继解放沿海岛屿，但 独独留下了离大陆最近的马祖列岛、金门岛和大淡二淡岛没有解放，这在当时是一个谜。那这个开始，我们也想不到啊，思想也不同，我们思想也不同，那不光我们思想不同啊，连彭德怀思想也不同啊，彭老总啊。 彭老总是解放军的，他是很积极的，所以我们思想都不同，那后来为什么不同呢？那主席明讲了嘛，后来主席就明讲了嘛，教书政策。 就金门马祖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教授嘛。
所以假如说美国自己要解开它解不开啊，为什么我们来替它解开呢？我们一个一解放，这教授不是就没有了吗？加油！看！1972年2月，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走进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在这次改变中美两国关系的访华活动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问题远远没有解决。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反复筹划着如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随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国际障碍。邓小平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100年不统一，1000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是同中国制一是一体的。中国自己面临了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用谈判的方式，一个是用武力的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要谈判的双方或者三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是三方，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台湾能够接受，美国也能够接受。听到这一段话呢，这个我自己作为台湾同胞啊，当时感觉到感受非常的深。我们当时是说要解放台湾，那台湾就是实行跟大陆一样的制度，是这么来理解的。从台湾同胞来讲，他作为这个心向炎黄子孙，这个认同自己的祖籍、自己的根，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就是说，中国应该是一个中国，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毕竟长期的几十年的国界造成的那种对大陆的这个制度的不理解，或者甚至是疑虑，甚至是可以说是还有一些或者是反对的这种想法来讲，他们也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到底统一了以后会怎么样。那么很明确的讲到，统一了以后不会把这个大陆的制度政策拿到台湾去适用。我想这个是可以说是在为和平统一的这个前景啊，从政治思想上啊，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出来。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政协全国委员会当天座谈讨论。邓小平在会上说，今天有三个特点：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提上具体日程。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邓小平后来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立宇时，详细谈到了大陆和台湾统一的6条设想，这就是海内外广为传颂的邓六条。我不知道你们熟悉有个名词没有，叫19条邓六条。现在基本上按照这个，他们两位特别是邓六条的精神在处理两岸的关系。这个两个文告发表了之后呢，台湾
有所震动。那么台湾就在也是基于他的考虑，就是两岸的对立的对视的状态是不是要有所改善，因为大陆已经表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样子一个精神，所以他们就开始要缓解两岸关系。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宣布允许在台人员赴大陆探亲。当年少小离家的游子，在饱经了几十年的离愁别绪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它的基本内容是呢，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我们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特别行政区仍然坚持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是别的国家提出来的，是我们中国提出来的。那么邓小平同志呢，他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啊，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实行一国两制。邓小平同志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是小平同志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国情事实求是的科学的提出了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这是呢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这对于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啊，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在国际上呢，解决一个国际上长期遗留的复杂问题啊，也是一个出路。15年来，在邓小平同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指引下，这个两岸关系呢，发生了这个深刻的变化。我想可以说，主要的表现这几个方面。第一呢，两岸呢从这个紧张的军事对峙啊，转向了这个缓和啊。这些年来啊，两岸的人员的交往呢，有了非常这个广泛的发展，不论是新闻、科技、学说啊、体育、文艺啊，各方面的交流呢，都得到开展。那么这样的一种交流，明显的啊，就增加了两岸同胞的了解，增加了两岸同胞这个兄弟的感情。第三就是两岸之间的经济的交流啊，有了广泛的发展。两岸呢已经初步形成了互不互利的这么一个局面。这种经济上啊密切的联系，将一定会为和平的统一啊奠下一个比较基石的基础。1988年开始，海峡两岸龙的传人每年的大年三十都在昔日对峙的厦门和金门同时燃放烟花，共贺新年来临。
五彩缤纷的焰火点亮了两岸寂静的夜空，带来了一片祥和的气氛。可是，在这种祥和的背后，台湾岛内仍有一股